大家好，我的名字伊卡拉纳宁西，我的名字叫伊卡，我今年27岁，我的身高165公分，我的体重60公斤，我的信仰回教，我结婚了，我有2个小孩。我以前在台湾2年半，照顾阿公跟做家事。我会出差、煮饭，我会照顾阿公、照顾阿妈。我会洗衣服、烫衣服跟打扫。谢谢。